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仙家老板娘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煮泡米亚的印尼式炒面。水滚后，我们把食物放进去煮。我们的包装食物不需要解冻，就可以马上拿去煮哦。我们不建议用小个的锅，因为可能会煮到我们的水煮袋破掉。大个的锅煮2到3包都没有问题。时间我们设置为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把食物拿出来，剪开，然后把面倒出来。好了，就可以开动啦。